来自地心香巴拉王国的信息，关于一些新的银河文明与我们合作的简介。传导 Melaine Lafont， 翻译 Shane Athena。 问候你们，亲爱的地球的同胞们，从我们上次接触到现在过去很长时间了，就像过去一样，我们非常开心来到现在向大家揭示爱与光的讯息。就像平时知道的，当前的月食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它真的是一个触发器，让计划的每件事在地球上得以发生。改变持续发生着，一切在握，随着内在的清理进化，改变转变成了人生存在的日常习惯，你们会习惯于此，因为很多事物准备好了。转化是扬升过程永远止境的程序，它会一直发生，而不管你们多生类似积累了什么样的意识状态。因为对你们的改变来说，你们全部都没有完全结束，因为你们是能量，而能量一直在移动，改变着自己的状态和本质，它并不确定，依靠你们对能量的收集、创造和选择。因此，转化的过程和演变会持续很多阶段，让你们从一个节点向另一个终点迈进，你们永远都在无尽的演进中，成为某些状态。这就是生命，这就是存在。我们今天起站出来的原因，是想给大家下一步的提升。这有关于当前在泰勒斯的香巴拉发生的事件，以及所有地心文明中的事件。我们的文明相互锻造，深深交织，让盖亚和他的光之存在，最后就是你们所有人确保我们日渐增多的合作过程。我们会让更多的人进入到集体和有意识的觉醒的文明当中，这些文明除了爱别无所求，这是一个被爱所激发的文明，那同样也是你们每个人追求的目标，一个集体的意识觉醒和存在。我们会援助你们，会有其他宇宙中的集体意识的团队，我们称之为的光之银河联邦也会来协助你们。我们提到过，我们还与大角星人、光之天狼星特使一起合作。现在，我们想给这些与我们紧密进行银河项目合作的诸文明一个新名字，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大揭露和其他重要的地球事件。Melaine 传导者也参与了，但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灵魂化身也在与我们合作。这是我们深切的渴望，人类能越来越充满真实的智慧，一些实体能够开明地带来巨大的事件，树立起可信任的和不会产生误解的观念，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目标。星号以下的团体都是在合法规则下建立，知晓正在与我们光之文明和特使合作的一些事项。我以下指出的只是巨大合作数目中的一小部分，我从下面开始。一、光之卯宿星使团。二、光之天狼使团，天狼星天使国度。三、亚特兰提斯。四、仙女星系。五、光之大角星委员会。六、香巴拉、泰勒斯和所有地心文明。七、蒙特里安人和他们的文明。Mondrianon, 莫蒂里亚诺。他们带来了富集的精神之光，来自另一个宇宙，但却与卯宿星有着关联。八、列穆里亚，一个高度的光之文明，源于仙女星系列姆里亚人，他们带来了更高的技术，为你们的行星增添了力量。九、猎户座高光之文明，光之猎户委员会，没有文明不属于光，这个除外。十、Onthean, 昂泽昂，银河系，位置接触 Roars 宇宙。他们通过星系门户带来了包括 Sason, 萨松、高技术仪器、
里面充满了难以置信及有价值的能量。在内的资源，这个仪器可以创造更好的环境，例如移除化学品。11 Suprianons 萨普瑞安昂斯，文明属于内巴顿，我们的宇宙银河，他们希望与我们接触，来自光世界更高演进的九次元空间，希望与我们不久接触。12 Lithians 李西恩斯，文明来自非常遥远的 Lithiamos 李西亚摩斯星系，他们为地球创造更好的环境，比如永远让人拥有美好感受。13地球扬声大师王国，大家众所周知。14大天使国度。15织女星文明。16天使光之国度的扬声存有。17所有卓越之所是源头，我们亲爱的父母神之力，无条件的爱。大体上，这个名单只是包含一些主要的合作伙伴团队，他们与你们在地球上的化身一道运作。要知道，所有的团队都支持光之存在，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性质，把他们的力量奉献于这颗星球、太阳甚至宇宙的扬升过程中。这些合作与你们每个人的意识和存在之本质进行合作，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这个能量表达的一部分，也是这些合作和团队的一部分。你是每个化身本体的一部分，随着显化，把自身从我们这里接收到的能量落地，带来每件需要的事。我们所有人形成整体一的巨大的协作，你们每个人的全部 DNA 与22个银河文明全部一致，这就是说每个银河都是相互联系的。你现在能看到你是能够带来每件事，而我们只提供了一点点的帮助的人吗？你们使用自己的体现和你们正在通过整合、创造和落实所有为这一切能够进入到你的现实中。我们给你们的是开明具有指导性的银河力量，在你们整合后会意识到并觉知到自己转化的是什么。我们所有的都是你存在的诸多面向，你们也是我们全体的一部分，不管我们指的是香巴拉还是光之卯宿星使团，或者是织女星、安卓美达星，这无关紧要，我们都来自巨大的一，其中包含了诸多子群，他们都有各自特殊的颜色、意识、身份。我们观察到许多事件和改变在你们地球的现实中发生着，对许多地球人来说，它变得越来越清楚可见。这些人发现保持二元对立已经很难了，这使很多人醒悟，但同样也失望，好像有若有所失的感觉。从你们的立场和地球当前每个人的观点看，这个现实已经着实在地球上流行了诸多世纪了，但开始瓦解，整体消亡。某人会比另一个人更快地通往内在视野，一个人演进过程会比另一个更加顺利，但请放心与之有关的任何事，因为你们当前最好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。当前我们看到，那些迷失的灵魂们正在返回真理之路，正在寻找一个抓手让自己更加舒适。不管怎样，这个拥有的也是幻想，因为每件事都会从根本并永恒的改变，人们一定要有灵活性的看得开每件事，不管是什么事。因为你们置身于积极的能量中，积极的环境将被创造并被你们体验，更有力量的以积极的方式落实于你们的思想和创造中，让它永远来自内心和最纯洁的爱。慢慢的，我们会成为你们的现实，因为你们居于更高频率的现实中，可以允许我们的能量出现。请耐心等待，让时间的观念消融，它仍然是阻止你前进的障碍，时间。
我们建议你一天天的生活，让它使用当下的方式度过。没有明天，所有都是现在，都是当下。伴随着爱和忠心的友谊，祝福你们真正到此聚会。我们香巴拉的玛卡萨，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